中国女篮迎战新西兰啊，第一节咱们就直接打懵了对手，让对方呢是直接抬不起头。咱们打出一个压哨三分球，是23-7，对方打了10分钟没有得到10分球啊，只得了7分。这场比赛打得很激烈，现场到底发生什么呢？咱们拭目以待。开局打出3-2，咱们是直接上篮，裁判直接吹哨了，给到黄思静一个特写镜头。来，接着看这个球，对方的边场球，对，防起来追防陈小佳，速度很快，对，防了三分线，少廷跟上去，这个球出界了，对方的球权。这场比赛是咱的主场，这是对方的主教练，对，联防，好球，黄思静稳了这个球，漂亮，抢断之后顺势打出一个反击，对方在三分线上游走，三分球，对方的三分球挺硬，来，稳节奏，对，倒一手，手对手传球，再回来，刘嘉诚，黄思静再倒，这球给大了，陆文追不上啊，这个球，黄思静这个球传的是非常有想法，传球有自己的想法，陆文他追不上了，关键是防了三分线，陈小佳，对方传球出现了一个传不动，对，到内线，黄思静盯他位置，卡位置，对，好球，对方压哨出手，但是没有打进，咱们来了，快攻，快攻，少廷打板，打板上篮得分啊，这替补席也是给少廷鼓掌加油，往外再倒一步，陈小佳防出去，少廷跟上来，对，节奏很快，对，黄思静，这个球是推人犯规还怎么着啊？看一下，应该是个推人犯规，对方的球啊，咱们看到陈楠也在场上啊。现在陈楠是教练了，好，对，防出来，这位置给他卡上才行啊，这位置，好的，又是少廷，少廷来了，再打，这单手上篮不中啊，对方开始打反击，拿到这个球的球权了，篮板球怎么没抢下来呀？这个篮板球，陈小佳防上去。他们是在三分线上一个传球，打内线打不了，感觉是黄思静控球，黄思静强打，这球被盖了，裁判没吹哨，打反击，少廷跟上去，对，陆文卡位置啊，进球无效，先给的犯规，这个球倒出来，对，在三分线上不敢传，想要掩护单投嘛，篮下勾手，时间到了，太自信了，新西兰队员是太自信了，感觉是不把咱们的防守放眼里啊，推起来，好的，速度漂亮，到篮下黄思静扔三分球，扔三分没有，还没有篮板球，关键是少廷在卡位置到三分线，无敌，对，防一下，防一下右路，这球漏了，这球漏了啊，打出个7-7，少廷再倒一手，给到了无敌，怎么又是这样的一个传球啊，又是这样的一个传球，黄思静这个传球太虎了，孙梦然盯上，对，对方手里手传球，孙梦然再往上扑一下和刘嘉诚，对方打个超远三分，
他就不给你机会了，超远三分你能有吗？少廷篮下墙退一步，这就造犯规了，少廷要罚球。7-7还剩五分钟啊，看少廷的罚球。咱们这边罚完球之后就要换人了，看一下少廷的罚球吧。对方这边已经是换人了，哟，手罚不中，再来一个，一定要稳住节奏啊，不要着急。好的，两罚中一，两罚中一，咱们这边要换人，换人之后比赛继续。来了，强推一步，哇，速度很快，夺框而出，再来一个。抛球入网，好的，外教很开心高兴，抢断上来，来了，看着就是给犯规还是进球有效吧。你们现场的球迷很开心，哇，这真敢拼啊，这犯规了，这个家伙是连球带人一起拉下来了，怎么要罚球，看咱们的两个罚球怎么样，稳住节奏啊，看看第一个发球首发命中啊，不错，再来一个，把握好节奏。孙梦然准备抢篮板，两个发球全部命中啊，不错。孙梦然上篮无效，一个走步啊，没有给对方的阻挡犯规，给了孙梦然一个违例走步，对方的球权。咱们这边要换人了，让高松上来，孙梦然下去休息。孙梦然这边这个当时的外教啊，给孙梦然上上课，开开小灶，接下来怎么打，再把他换上去。12-7，对，两人夹击协防，无敌跟防到篮下，这个球丢了，对方也是个走步，前面直接吹哨。对方的球权防到三分线啊，双方各四个犯规，现在无敌跟防到篮下，对方一个抛球，对方24秒用完了，12-7，咱们的球权，看看咱们的进攻端怎么样。把球发出来，哇，赵志芳的速度太快了，传到内线，刘佳，哎呦，黄红皮单打，好的，孙梦然鼓掌庆祝啊，这个球打得确实不错，14-7了，还剩最后的三分钟，对，再倒一手，防出来啊，高送，对，上手就行，这球你不上手他防不住啊，推起来。传一步到篮下，漂亮，这个进球可以说是到位了，很轻松啊，上篮，跟防到篮下，对方一个手对手的传球始终是在三分线上进行游走，抛球不中，也没有犯规啊，裁判并没吹哨，哇，强推对方阻挡，哟，这就没吹阻挡犯规，哇，这个就是强推抛球入网得分，还能打进啊，这是关键。再倒一步，到篮下了，我往后，人家应该是往后仰了一下，但是他并没有打进去，这个球想找犯规没找上。18-7，得控下节奏啊，咱们节奏太快了。抬手没有中距离，这个球对方开始打反击了，三分球没有，哦，无敌的篮板球，强推篮下单打，好球啊，无敌自己拿下篮板自己投，确实有两下子啊，对方的进攻端还剩一分钟，对，防起来，被挡住了，这个球对方强推到篮下，看这球有没有，
好的，漂亮，赵志芳快点推，对，等着咱们的队员下来。黄红皮再传一手，对，把时间给他消耗掉啊，最后时刻假动作后仰投篮，哦，好球，抢下篮板，无敌。看看这个球，对，控一下，先控一下啊，后仰投篮没有，对方打反击，最后的二十秒，看看对方能否打出反击。注意篮板球，对方打超远三分吧，哦，突进来了，打了个中距离，没有抢下篮板，来了压哨，哇，三分，压哨三分，23-7，哇，这个球太狠了，这个球确实给力啊。咱们看到徐教练还有郑威教练当时都很年轻啊，郑威教练也有30来岁那个时候啊，30多岁，哇，这个球真的是压哨啊，太棒了，下期再见。